因为这点小事，老婆就要跟我离婚，大伙给评评理。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，我的声音怎么了？特别好听啊。哦，我可以叫你老公吗？可以啊。那你先叫我老婆。老婆，哎，老婆，你干嘛呢？你看现在流行女人微胖美，你喜欢这种吗？这是又想测试我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管瘦还是胖，只要是你，我都喜欢。那你正经点行吗你？主要是我看评论区都说，现在男人已经不喜欢骨干美了，都喜欢微胖的，他抱着睡觉也舒服。哎，你说要不我也往微胖界发展发展？哎呀，舒服是舒服，但是你不怕微胖发展不好就剩肥胖了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成了肥胖，我也喜欢。上一句，上一句是舒服是。